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刷到这个视角，第一次知道一博的发音是帅的意思。原来这个气场超强的入场是15年自他太那次。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，所以这个角度是这么来的。来，让我们再走。一博这名字太会取了，他太是顺的同音。韩语是漂亮的意思。来，那我们一宝吧。那个东西，八岁就可以了，后面那句没必要说。买了没？我打一宝的了，你们弄这边。一宝的了，你们弄这边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孩子听不得。选一个漂亮和可爱，我走了。哎，别选一个，我要帅。OK， 那你选了可爱的。可就是逃不掉被说可爱啊。你拿一首接来了，捧超大的一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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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来，各位，快点来，各位，那浪漫了呀，那做一个 give me 个。